罗志祥的政治性格是这样啊，他做事经常是三分钟热度啦，所以他组这个轮替大联盟三分钟热度，其实我不意外。罗志祥其实我也了解他，虽然压力大，但我希望他不要乱了脚步，因为罗志祥就是苗博雅参选大安区的原因。苗博雅呢会组成大安立委轮替大联盟来等罗志祥。